共恐惧流言日，王莽欠供下事实，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突发大火，左藏库化为灰烬，接二连三王钦若八项南归啊。当然了，王钦若八项以后呢，寇准就上了台了。寇准上了台之后呢，哎，这个寇准呢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啊。当然这计划是我们给他说的啊，化有为敌大法是吧。这个化有为敌大戏开演之前呢，咱们得先说一下寇准的这个老同学，宋史中第一地方官之益州张勇。这个人这时候啊已经死了，本应该大篇幅多角度介绍这位奇人的生平，但是非常可惜，地方官呢终究不能参与国家大事，他的事迹除非单独列传，不然没法呢参与到这个整个宋史的大事当中去，没法和他挂钩。尤其是蜀川近20年的平静，越平静就越显示出了这位张勇的超凡能力啊，但是呢也把他的神奇之处给抹平了，连想为他树立丰碑的人都会抓狂，因为你局势平静你就没有什么可值得说的，你知道吗？你倒让局势偶尔也乱一下，好让人看看热闹，欣赏你怎么铁腕治蜀的，软硬兼施的，哎，但就是没有啊。你看这些事情他就是没有啊。当他离开成都返京述职的时候，留下的是一片寂静当中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天府之国早已恢复生机。这里要说的就是他经过陕西与老同学寇准相见的事儿了。首先当然是吃饭了，一顿宴席之后呢，寇准送他出城，临别前呢郑重请教说，乖牙，哎，这个就是张勇的号啊，何以教准呢？你教教我呗。注意啊，这不是客气话，张勇无论才气脾气都绝不弱于寇准。史书记载，勇于寇准最善，每面者准过啊，虽贵不改。就什么时候想批评寇准就批评寇准，不管他毛病。这个时候张勇留下了一句话说，怎么教你啊，霍光传不可不读啊。寇准立刻就去读去了，结果看到了霍光传中进尾处四个字啊，叫不学无术。哎呀，这寇准笑骂了一声，好你个乖牙，竟然这样说俺啊！然后把书本一扔，继续我行我素。想来张勇一定很郁闷，我让你看《红楼梦》是想让你去悲叹宝玉黛玉的真挚爱情，可谁让你去研究宝玉是怎么和袭人偷情的事来着。霍光呢是汉武帝刘彻的托孤臣子，汉史当中最锋锐难当的将军霍去病的一母弟弟，此人富贵终生，权倾天下，都达到了废立皇帝让汉室27天出现皇位真空的程度，可是他死了以后怎么样，霍家被灭族啊。这明明是警告寇准呐，小心做人，不要锋芒太过，不然就算达到了霍光当年的政治地位，你也终有一天下场悲凉，更何况你寇准终生你都别想做成霍光啊。那么请注意，在继续介绍寇准是怎么着施展化有为敌大法之前呢，插进张勇这一段就是想让大家带着一个问题来看这个事情的始末，就是寇准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行事这么的颠三倒四，跟个疯子一样毁灭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骄傲过度目中无人，还是别有隐情啊？他心里有些其他的东西让他没法与当时的整个文官系统相融合，直到他再次落魄出京，以失败结束自己的一生。杂人的行动啊是分批分期的，与时俱进的。寇准先从身边的人开始，丁谓呢首当其冲。有两件历史记载的小事可以说明寇准丁谓之间的前恩后怨。在寇准被贬到陕西给国家守大门的时候啊，歌舞照旧，宴饮照旧。某一天呢，酒席设在了户外，当时啊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乌鸦齐飞啊，这个孤鹜呢就陕西那儿别想了。就见寇准呢突然长叹一声，哎呀，众位请看那群乌鸦，如果丁谓在此一定会说那是一群玄鹤，玄呢就是咱们所谓玄色那种黑啊，玄鹤。
一语道破天机啊，丁卫这些年步步高升啊，凭的是什么？不断的抱祥瑞嘛，再使出浑身解数来给皇宫造宫殿呢、啊，给皇帝造宫殿。这两样让全天下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因为实在太费钱了。百姓们的赋税越来越重，换谁谁不着急啊？寇准心里一定在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听圣相的话，执意要提拔这无耻的小人呢？有了这个前因，才能对现在进行时的后果有个理智的判断。历史记载二，话说大宋朝东府宰相集团呢，为了工作需要，每天的午饭呢都要在正式堂里边就地解决。这一天喝的是菜汤，寇准啊长须飘摆，埋头苦干啊，结果抬头的时候发现胡子啊也喝得挺饱。说时迟那时快，参知政事丁大人突然启动，抢在了所有侍者之前窜到了寇准的桌前，然后取出手帕为长官细心的服侍，把胡子擦干净了。很敬爱很体贴，却不料长官大人呵呵一笑，参知政事就是为长官开须的吗？一语成谶，据说溜须一词呢就此诞生了啊，流传四方，同时让丁大人的行为永垂不朽了。回到当时啊，这个丁卫啊痴呆呆僵立，周围无数异样的眼光，那里有他平级的同志汪曾啊李迪，可是这份屈辱，自找的屈辱，让他再也没法在这两人面前抬头了。有太多的侍者，转眼间这些下人就会把副宰相如何自取其辱的事传播四方，而且必定会添油加醋。哎，我跟你说，这个丁卫那天呢，嚯啊，凳子都掀翻了啊，窜到桌子底下给寇准擦胡子。哎呀喂，你说他怎么这样？尊敬和感恩瞬间的消失啊！你寇准是提拔过我，但是现在你当着这么多人来说我，啊？我不恨死你才怪呢啊！一切都不必回报了。官方史书确认，这是丁卫怨恨寇准，并且结党陷害寇准的具体起因，这应该是没错的。但是有一点，从此之后，丁卫已经恼羞成怒，欲置寇准于死地。但是那寇准一方呢？真的要处心积虑搞垮做掉自己的政敌，会在一件小事上先出口恶气吗？不会，那叫打草惊蛇啊，低劣的不入流的把戏啊。寇准就算再怎么疏狂，也不会幼稚到这种地步。只有一个理由，他就是想折辱一下丁卫，真的只是出口恶气而已，根本就没有想过丁卫敢成为他的敌人。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丁卫这时候已经有了怎样的政治能量了。所谓多年以来时刻掌握着宋朝的经济命脉，熟练程度和人脉关系都已经到位，再加上现在的宰相位子、副宰相位子啊，可以说已经具备了登顶的实力，差的只是最后一步了。但这只是说，他在正常进行的仕途中快要接近完美，可如果要与寇准作对的话，他差的还太多，简直没法动手，因为威望和资历。寇准呐、啊，少年得志，成名的时候未满30岁，东西二府外加三司，宋朝顶级官场没有他没坐过的位置。仔细来说呢，就是在宋朝三代以内，除了他没有第二人，并且在澶渊之役当中专权独断，胁迫君王上战场，安定整个天下。这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人臣之中呢，也是极为罕见的例子。你是想要扳倒这样的人，仅仅当了10多年的钱粮大管家，你觉得自己够份儿吗？丁卫很清醒，绝不乱动他，他照样的每天正常上下班，哎，笑脸迎人，就当那天的事儿没发生过。可是暗地里可加紧了活动，主要是寻找能压倒寇准的势力，这很难，但目标极明显，直指后宫刘娥、刘皇后。除了他之外，帝国之中没有人再是寇准的对手了。但是怎么操作呢？刘皇后是需要帮手，急到有些饥不择食，但要长远合作，精诚合作，且合作的内容是搞掉比自己势力威望强万倍的首相。试问皇后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拉关系，拉关系为什么不拉首相？别去想后来刘娥成了什么人，那是后话。自古以来皇后被臣子算计到身败名裂的数不胜数，刘娥没必要非趟她这浑水。于是还要等，有些时候静待敌变是唯一的症结，你的敌人会自己露出破绽来，只要你有耐心。哎，丁卫是有福的，他的敌人不是李沆，不是王旦，更不是王钦若，以上三位都非常的缜密。寇准风采绝伦，倜傥不群，时刻都有好玩的事发生。时间进入公元1008年宋天禧4年，这一年的主旋律呢是赵恒的身体垮了，神志加倍的错乱，有的时候需要请长假来休息了。
那宰相的责任就更大了，不同的工作手法，同样的局面，换了王旦一定要极力求稳，一切以安静为主，但是扣准，哎，可不是这样，加倍工作，替皇帝挑起大梁，主要的方式就是明确自己的崇高地位，说一不二。他先是揪着曹利用这傻大兵的小辫子不放啊，一直按照澶渊之盟以前的工作关系办事，但是呢，居一气养一体，曹冰冰也是十多年的叔府大臣了，没有脾气，有了怨气了，凭什么东府的这个西府长官就要被东府的首相这么欺负啊？英雄不问出身低，寇准你别欺人太甚呐！忍无可忍，他悄悄站到了丁卫的一边，这一下连同他的副手钱威岩也跟过去了。而且小钱办法独特，他把丁卫的女儿啊给娶过来当了儿媳妇了，哎，这样他就与丁的人呢就成了除了血亲以外人世间最牢靠的私人关系了啊，亲家们。更妙的是呢，丁卫还借此啊与刘皇后突然拉近了距离了。为什么呀？钱威岩在这之前呢把妹妹嫁给了皇后的前夫刘美，就是那宫美啊，就这样一小小的换亲举动，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极其私密的小圈子，外人想插都插不进来，后宫啊开始倾向丁卫集团了，但是仍然小有摇摆，因为寇准还没让皇后陛下绝望。这时间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四月份了，决定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了。寇准在这之前终于做出了他此生最大的错事，什么事情呢？地方上报了一件事情，让寇准有点这个受不得了了啊！什么呢？这个琼州啊，上报说当地官员王猛正啊，霸占盐井，断人生路，请示，咱们该怎么办呀？寇准依法派人去调查，查明确有其事，那没什么好说的，都确有其事了，还能怎么办呢？直接办呐，对不对？严惩。但是王猛正的背景你查了吗？那是皇后前夫刘美儿子的岳父，你看这个关系七扭八歪的，可说到底那是皇后陛下唯一信得过的直系亲人呐。在巨大的官场规则面前，是保持住细微处的正义重要呢，还是稍微变通一下卖皇后个面子放过了事，或者警告一番来个亲切的耳光，哪个更合适一些呢？寇准选择了正义，严井物归原主，而他丢掉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刘娥俏生生地坐在皇宫的深处，向着不远处的政治堂冷笑，哼，寇准呢，寇准呢，哼，说到底你也是我刘娥的臣子，真的以为先帝今上都奈你不何啊，奈何你不得了吗？且看一个女流之辈是让你怎么去死。命运之轮这个开始旋转了。花儿某一天呢，病中的赵恒头枕在贴心太监周怀正的大腿上，这多亲信呢，突然叹息，哎呀完了，我这身体啊，病身矣，国事繁多，太子要是能监国这该多好啊。周怀正这时候就跟那个老家常似的啊，就是随声附和啊，多好，非常好，特别好。哎，天大的事情居然就这么着定下来了。赵恒似叹息似惆怅，亲口说出让11岁的小儿子赵寿义当家做主。当天在他昏沉入睡之后，周怀正轻轻站了起来，立即出宫去找寇准去了。周怀正悄悄地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小心报告，注意这时候他表现的完全就是个奴仆啊，一个太监的正常的为皇帝传话而已，而且顶级国事传给了顶级大臣，一切都无可非议吧。可是在寇准心里另一回事了，他震惊了，事情太突然了，皇上没死，太子要监国，而且是宫中的太监来传的令，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时间返回近20年前，他自己曾亲口说出这样的话，陛下为天下则君，谋及妇人不可，谋及中官亦不可。这是他当年回应赵光义立太子时的话，这种事儿随时都会变成一场政变或者阴谋，那么这个时候的周怀正可信吗？寇准选择谨慎，他挑了个机会单独夜见了赵恒，君臣四目相对，法不传六耳，这时候他才郑重询问皇帝，千真万确点了头，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寇准勉强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好运真的来了，太子还小，皇帝病了，皇后那个村妇二把刀，国事与他何干呢？天下之事非首相更待何人呢？寇准立即撸袖子进入角色，他说，陛下立太子监国再好不过，只是还需要正人君子来辅佐，可是现在的参政是丁卫，就是个又奸又滑没有操守的人，绝不能让他靠近太子，请罢免他另选贤人。
兴奋的期待，一瞬间之后就超级兴奋。皇帝这一天非常爱他，无论什么要求一律同意，概不驳回。当天寇准离开皇帝急速回家的时候，一定快乐的飘飘欲仙，脚底跟踩棉花似的。多年的夙愿突然实现，全新的人生在等待着他。由他拯救过的宋朝就要由他来管理，只要他把程序走完了，加班加点的把太子监国诏书写出来，然后再突然公布，要达到让所有人都只来得及下跪，想不出任何方式来反对，这样才能大功告成。要知道这事儿啊，等于把皇帝的权力转移，尤其是皇帝还病着，信不信每一个大脑都会自己解释，真要乱了，别说寇准本人吃不消，那甚至会影响到太子的前程啊。后来果然呢、寇准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悄悄地约来了自己的老朋友在澶州城头上一起喝酒的杨毅。如此这般你得明白，杨毅心领神会，这和他想的一样，要振兴大宋只有让寇公掌权，才能把这十几年来乌七八糟群魔乱舞的世界清洗干净，回到太宗陛下甚至太祖陛下时的盛况，为此而努力。尤其是寇准还答应他将以他取代丁威，哎呀，新的国家里有他的位置，哎呀，可以大展抱负了，为黎民苍生造福。当天俩人散了，各自怀着激动的心情分头做事去了。说杨毅啊，历史有两种记载，一个是说他深夜回到家秉烛挥笔精心构思，连仆人都不让靠近，就为了怕走漏消息。第二个呢，说他写完之后啊心情大好，正好他小舅子来访，闲谈中他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于是脱口而出，哈哈，数日之后事当一新呢，该小舅子心领神会，然后激动的无法压抑，也像杨毅一样语稍泄，说啊，最多只是找了个亲近的人稍微透露了一下，说寇准他的激动历来是李白式的啊，烹羊宰牛且为乐，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必须留酒。结果他当天很幸福的喝多了，还把为什么这样幸福全盘交代出去了，以便大家都幸福。泄密了。无论是哪种，是他俩谁犯的错，范围都很小，至少都在自己的家里。但是死对头丁卫却瞬间就知道了，此人马上行动，坐上了女人出行时候才坐的车子。哎，因为女人出行时候坐的车子遮挡更多，去找自己的同伙曹利用前为眼，还有后宫当中那位活神仙。寇准就这么败了，败的是无话可说呀。综上所述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举一动早就在丁卫的严密监控之中，而丁卫要做什么他一来不知，二来没法阻挡。丁卫找到了同伙，同伙们联袂进宫，刘皇后转身找到了丈夫，一句话就让赵恒恢复了神智，你的皇位要丢了，寇准是要造反，他要立你的小儿子当皇帝，你和你儿子会变成傀儡。严重的刺激可以让人失忆，赵恒一下子振奋起来，但是把之前怎么答应寇准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罢免寇准立即进行啊。这时候天色已晚，百官早已下班，但是丁卫等人开动脑筋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既有权力写诏书又有理由深恨寇准的人，谁啊？晏殊啊，咱们之前提过这位，这位当年的江南神童已经是宋朝的支持诏了，那、就用他。却不料晏殊一口回绝，任免宰相的诏书我不够资料写，那是翰林学士的职权，然后转身就走，但是绝不出宫，就静悄悄地坐殿外边等，让谁都看着他，就此沉默，态度很明确，我不参与，但是我可不会你们事啊。啊，这时候天色更晚了吧，丁卫等人是百般无计，结果看向了前卫言，小谦儿，没办法，你重操旧业吧，虽然你已经不是翰林学士而是枢密副使了，但是为了阻止大犯规，一个小错误无所谓，可是前卫言毕竟曾经是宋朝的顶尖笔杆子，瞬间想到更严重的事，说陛下，罢免了寇准，首相让谁当啊，国有千事决策一人呐，从来都是边罢免边任命，这个位置必须得有人。但是赵恒的回答更暴露了这件事的底蕴，他使劲想了想才说出这么一句话，哦，那就再等一等，稍后再议吧。真要政变临头了还能容许你再等？真要赵恒还神志健全连个首相的提名都说不出来？赵恒是真病了，神志不全呐。但这件事儿就这么着画上了句号了。寇准在当年7月9号被下诏罢免，直到9月份宋朝仍然没有首相，真的是创了一个记录。但是5月至7月间这段日子呢，杨毅的太子监国诏书一直就没写出来，寇准在近60天的时间里仍然身为首相，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遭殃的命运。
到底挣扎过没有，以他的性格不会坐以待毙吧。可宋史的官方记录中没有任何记载，时光平静度过，只是有人上班有人下班而已。寇准被罢免，其结果是敌我双方都非常失望，外加忐忑不安。看刘皇后一边，寇准虽然没了名分，但他还留在京城里，这个人只要不死，就算彻底削职为民，都一样具有庞大的号召甚至煽动能力。何况李弟王曾等寇党还在副宰相位置上坐着呢，威胁仍然存在。你再看寇准一方，最失望的人痛苦在荒宫的深处，谁呀？周怀正啊。此人费尽心血把寇准推上前台，再制造出机会让太子名正言顺执掌全国，这一步步走的是多么的稳健，多么的迅速。可要命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什么猪一样的队友啊。谁知道大名鼎鼎跟神仙似的伟大的寇准、杨毅等人竟然犯了幼儿园里的错误，喝多了就把这事给兜露出去了，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做不好啊。尤其可恨的是寇准等人败了，一样的高官厚禄快意人生，可他一个能只能生存在深宫当中的太监，从此可就暗无天日了。刘皇后的报复比寇准的霸相志快得多啊！周怀正被隔离事发后就再没和皇帝见过面，这等于掐死了他的生存之路啊！那是皇后，而且是太子的亲妈呀，他一个太监，尤其是连皇帝都见不着的太监，永远都别想把皇后怎么样啊。所以他先是选择了忍耐，但是皇宫外边又及时的发生另一件事，让他连忍耐都做不下去了。皇宫外边发生了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